你必须造一艘船。这游戏话说看名字完全是在云里雾里啊，但是玩过之后才发现跟这游戏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。游戏刚一进去呢，我心想真是坑爹啊，这画面简直。游戏通过冒险来收集材料，建设你的生存船只。在游戏中，玩家的冒险呢，则是以关卡的形式阶段性展开的。在每个地方呢，都能够招募到新的船员，而玩家去的地方越多呢，船只的体积也就越大。游戏中存在着宝剑、法杖、盾牌、钥匙等不同的方块，玩家通过消除进行攻击，积累防御值，或者是开启炮箱。消除方式呢，颇像魔方。当玩家想移动一个方块的时候，整行或整列都会为移到，还是存在一定难度可言的。游戏节奏是计时的，所以呢，手快眼快就是关键了。总的来说，游戏还是有一定的内容可玩的，喜欢尝试新日消除的玩家可不要错过哦。